中国公安机关部署网络警察在互联网上巡查执法，当局希望通过这一机制让网络警察从幕后走向台前，全面提高网上见警率，以遏制互联网的犯罪问题。从即日起，公安机关将公开使用名为“网警”的账号，在一些受欢迎的网站，例如微博、微信和百度贴吧上线。网警将通过24小时巡查，及时发现各种违法和有害信息，同时遏制网络犯罪和不良言行等。首批50个上线的省市就包括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上网率高的省市，也有西藏和新疆等敏感地区。据报道，中国网络警察早已存在，以往只是在暗中进行监视行动，而这次当局首次公开身份执法。